家人们平安，让我们一起经历圣灵的同在，经历圣灵的大能。特别在5月27号早上8点，圣灵降临节跨越全球祷告聚集，这样的一个祷告聚集的日子里面，家人们，我们渴望经历圣灵的造访，我们更是渴望圣灵带领着我们来经历为列国的呼求，为列国的祷告。特别在下周六的早上8点到9点半，我们要经历一场圣灵的丰盛。特别在祷告聚集完之后，我们有医治祷告室，甚至我们有启示性的祷告室。我们渴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经历神的行列。家人们，我要邀请你，特别在这个祷告室里面，我们要一对一为你行医治的祷告，一对一为你开始带领着你去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渴望在下周六早上8点的祷告聚集，邀请您的参与。